最近哦，含你讲话拢爱像咧食蜜胶糖安尼，伊安尼按一个震撼弹出来。俗语讲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凝聚人。”无人像我含你遮好，啊，无几个人知影你咧想啥，你甲听看卖啊吼。小英。两岸未杂种啊，清德挺身玉担当，亲中爱台的麦粉汤，冰清换黄随准算。你安尼一路走来，阿雄雄画一个亲中爱台，当然真好的改变，但是到底葫芦内咧卖什么药？亲像张世贤议员甲你问的，啊，你讲无啦，我是亲中爱台，啊，恁国民党是亲中卖台，无安尼啦。马英九讲总统八党的执政真简单啦，以台湾为主，对人民有利，安尼何做亲中卖台？啊，你安尼讲两句啊，你何做亲中爱台？恁囝若放屁就当咧大，啊，阮囝若放屁就当阿咧烂。你选两套标准，你安尼我就感觉无欣赏。应该是讲就事论事，如何亲中？你要安怎亲中？我讲的迄是一贯的理念啦，吼。亲中爱台，这是参我过去的讲法理念，无啥物无共啦。亲中爱台，我阁讲一遍吼。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，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。啊，那咱当然是安尼，合作亲中爱台嘛，吼、啊。我认同。当时咱是希望讲安尼做是真好。咱希望讲吼，透过交流，伸出友谊的手，双方透过交流。马英九国民党执政八年，以台湾为主。对人民有利，嘛是透过交流，伸出友谊的手，制造台湾的安定，两岸的和平。啊，你甲阮讲何做亲中卖台？无安尼啦，讲话爱存良心啦，唔通透会透得。你会使表达你是叫做亲中爱台，你莫原地无啊？啊那安尼吼，你无法度定台位。哎，我甲你讲的哦，清德挺身玉担当哦。改变做一个上轿的政治人物，爱有担当，爱讲实话。你莫我灌杯混汤啊！亲中爱台，我讲的，你讲的，我讲的一直拢是实话啊。二来，我有讲过嘛？我讲吼，透过交流，哦，彼此会当经由了解，我讲给你听啦，和解了后和平。真好，真好。啊，那安尼就对了吼。是，必定台位。咱嘛真清楚啊，孙中山那得个修好，我电位修好落去啊。无，因为这是修好孙中山的东乡，迄是市政府的责任。无啦，当其时你要听的时，你都无安尼讲啊。我伫遐过34暝，伫遐困34个暗暝啦。无，我那是要煞，哦、因为迄是古镇。卖讲煞啦，伊讲凭啥物爱煞？因为迄是古镇嘛。煞我伫本人的所在咧古镇，当其时定古镇的时阵，孙中山就徛伫遐。无人徛遐。今仔免你讲这啦。那本来的勾结、啊，就是讲你要选总统，真好了。哦，蔡英文，中华的民调一直在落衰，你也真清楚，全台湾60%的人无满意蔡总统对中华的处置，所以你今仔日放出亲中爱台，嘛真好啊。那我要请教你，来，你要继续主张无？当然，那是我继续的主张啊！我跟你讲过嘛。你要继续主张亲中爱台。我跟你讲过。你有继续主张亲中爱台？无论担任什么款的职务，我主张台湾独立的立场未改变。所以你正式要阁继续主张台湾独立吗？我讲过嘛。好、哦。我讲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嘛，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嘛。你要继续主张台湾独立吗？我跟吴哥说，台湾要哪独立？你讲啊，我讲一遍啊。台湾独立的第一步，就是咱国内一定要团结，
意志爱一致，意见爱一致。来，哦，台湾独立本人反对，哦，那么中国人反对台湾独立，以及所以如你所讲的，反对的你来讲，我大家听。放弃武力，吼、哦，来侵犯台湾，伊就是只要你台湾独立，伊就使用武力。反对的理由真简单。所以你反对独立是惊中国怕人吗？1662年，台湾就属于中国。我的祖先来自唐山，血缘同款，文化同款，民族同款，独一大和民族。那大和民族伫1895年。到1945年，曾经伫台湾，满清甲台湾割让予日本，但1945年，中华民国讨回台湾，又搁倒来中国的怀抱。1949年，中国才成立，那呢？是安怎爱台湾独立？嘉义湾，我问你，那照你安尼讲吼，美国和英国应该爱统一啦啦。你讲个笑话，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啊，那么你爱崩溃。文化上的认同跟政治上的认同，哪里当地时的南北战争是安怎发生的？就是为着要南部要发独立的时阵，才会发动南北战争，足简单嘛。这叫做中国，我唔是咧含你小钱啦。我无你小钱。叫做中国的核心利益个，所以你主张台湾独立，台湾就爱面对着战争的挑战。你要徛第一线无？你要徛第一线无？无啦，咱爱去追求。你要徛第一线无啦？嘉义湾，这话不是安尼跳跃啦。你上面的跳跃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认为台湾独立，台湾拢会当和和平平，唔免发动战争，啊，就亲像你讲的，灌一罐的粉汤，哇，亲中爱台，嘉义湾，简单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继续主张台湾独立，不管你担任任何一个职务？你是嘉义湾，是不是啦？你听我讲嘛，你那边没啦，你没个线嘛。我未闪吗？来，我跟你讲是不是安尼嘛？林议员对我的质询，我拢正面回答啦。正面回答来嘛？我几年来拢安尼。那呢？你认为台湾独立，台湾爱牺牲偌济人，准备要牺牲偌济人？我跟你回答三个问题啦，吼，因为你问较济问题，我一个一个跟你回答。哦，第一，有资格质疑我亲中爱台是不是正确的人，其实是中国啦。哦，你无必要替伊质疑我。第二点哈，我怀疑出卖台湾的唔少诶。第二点哈，你去诶，人家表明是种话，私底下是种话，真正诶出卖台湾的人，就是像你这款人啊。好啊，伫遮开嘴合嘴爱台湾，去到中国私底下交易，无人知影啦。我拢公开透明。所以我爱质疑你啊，谁人免质疑？我拢公开透明。哦，你都免质疑，马英九都爱质疑，夏良凯都爱质疑，拢是公开。来，我问你啦，台湾前途大家共同面对。别让他独立，你别让他独立吧。你注意听嘛，好不好？你注意听。啊，你都讲过了，别人搁咧注意听，吼、哦，你都讲未出来了。我乃讲未出来。啊，你独立我看卖啊。我第一项吼，就是台湾一定本身，台湾的这个意见一定爱一致嘛。我就含你未一致啊。内才有办法和外啦。我未当含你一致啦。哎、欸，我别一致。你要跟社会讲，你选了反对独立吧，你要讲啊。我反对独立，本来台湾就是。哦、你先来反对，你要讲吗？来啦，别讲来，你别问我。不对，我问你啊，你问我，讲讲。我来呀、啊。來我讲我你听嘛。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哈。我你今天你讲出这样严肃的问题，你本身你冇责任嘛？议员，啊，你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，直选。议员难，你议员难都无义务甲社会讲吗？在市长。我答你回到你的座位上，你反对我主张台湾独立，那你要讲你的理由啊！我答无你听嘛。哎，你要徛只爱经过选举啦。经过选举，哎，经过选举。座位上执行。那我回到比赛改名。你的座位上执行。那我回到比赛改名哎。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我刚跟你讲。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是你唔敢讲你反对台湾独立。我会当讲。你讲看嘛，你讲看。反对台湾独立。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咨询。你讲一个啊！我讲哦，你听啊，你去啊！你去遐讲嘛！你去啊！这是经过选举。我问的，我遐嘛经过选举。我来讲，你要做市长还阁早嘞啦！我嘛经过选举，哈！你要做总统嘛，还阁早嘞。我见，我见，大家再看卖嘛。清楚的，只看。我回答恁的问题。我回答恁的问题。总统，我来选市长。参选举无关系啦。你呀。
好，时间已经到了哈，那请赖市长回座哈，请先远谢谢哈你的咨询哈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杨忠诚议员咨询哈，咨询时间十分钟，杨议员请。多谢台会主席，咱各科室主管，咱市长，咱议员同仁，咱所有记者。